它是一类永久性的寄生虫，不知不觉侵害着我们的皮肤。我们到底该如何避免和清除这种可怕的虫子呢？这里是原来如此，我是盛春，我是观众联络员段奕。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儿为您求证，为您解答。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保持您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我是您的联络员段奕，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伟民观众最近心里挺烦的。烦什么？哎呀，有什么问题咱们帮他解答求证。这事儿有点不太好解决。怎么了？啊，这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呀，他今年已经38岁了，好不容易朋友给他介绍一女朋友，可是这俩人只见了一次面就再没联系了。他这一问才知道，这女孩啊是嫌弃他的鼻子。鼻子怎么了？哎呀，他是这样的，他的鼻子呀总是红红的，就看起来可能有点不太雅观，然后吧还老是会又疼又痒。你说他这是不是酒糟鼻呢？我明白了，我估计啊这可能是螨虫惹祸。螨虫。年初的时候咱们说过螨虫。哎，那个时候你好像是提过这个乳螨会导致酒糟鼻。可是那回咱们说的是尘螨。哎，那这回咱们说说这个乳螨吧，这乳螨长什么样，有什么危害呢？哎，你别着急，咱们本期的这个调查员啊梁栋现在已经走上了街头，我们听听大家对这个螨虫的认识。您知道蠕形螨？蠕形螨我不知道，没见过。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啊，那一个小小的蠕形螨虫对我来说肯定不会有多大的伤害。它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对人的没有什么大的损害，并不可怕。我听说过这种蠕形螨，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么清除和避免。对于搜集到的观点可以汇总为：一、没见过蠕形螨虫；二、蠕形螨虫不会伤害到我们；三、避免和清除蠕形螨虫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据大百科全书的记载，蠕形螨俗称毛囊虫，它属于真螨目蠕形螨科。它是一种永久性的寄生螨，主要是寄生在人和哺乳动物这个毛囊和皮脂腺里面。永久性寄生啊，这太可怕了。哎，那我看看。哦，我会不会也长啊？你这么看啊是看不见的，它跟尘螨一样是非常微小的，只能在这个显微镜之下才能够看得见的。难怪这调查员带回来的答案当中啊，大家都说是没见过这蠕形螨虫，可它就寄生在我们身上呢。哎，那你赶紧告诉我，这我们感染蠕形螨虫的概率到底有多大？你别着急啊，咱们先去看看实验。为了确保本次实验的科学可靠，我们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邹主任作为本期节目的科学顾问。邹主任对螨虫引起的人体皮肤疾病有着长时间的研究。人的脸部究竟有没有蠕形螨虫呢？我们的调查员梁栋将和两位志愿者徐女士、马先生共同参加蠕螨采样测试。首先，测试人员采用挤压的方法，依次从三位参与者的鼻子上进行采样，然后测试人员将采集到的油脂粒分别放在玻片上，编号为1号片、2号片、3号片。2分钟后采样完成，测试人员把3个玻片样本拿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分析，玻片里的油脂粒中究竟有没有蠕形螨虫呢？究竟我脸上有没有螨虫呢？哎，你别紧张，待一会儿答案就出来了。这样，你先看我身后，往这儿看，这就是放大了的一张蠕形螨虫的图。从这个放大的图案就可以看到这蠕形螨虫长什么样了啊！记住了，这是它的头，这是尾部，你看看，它还有四对足。一般啊，它的成虫啊，大小能够到0.1到0.4毫米，一般雌性的会比这个雄性的稍微大一点。就是这东西，寄生在我们脸上。看着挺恐怖的吧？
你别擦了，你这样擦可能是适得其反，你知道吧？你也不用太担心。这样，咱们先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螨虫的家族。螨虫是一种肉眼不易看见的微型虫子，只有在先进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们。目前人们发现的螨虫有3万多种，其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有10多种，最常见的有尘螨、粉螨、疥螨、蠕螨等。尘螨主要分布在空调、被褥、床垫等处，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对人体危害最大。粉螨主要在食品和粮食中繁殖。疥螨主要寄生于人和哺乳动物的皮肤表皮，容易导致人体皮肤过敏和瘙痒等症状。蠕形螨主要寄生在人的毛囊和皮脂腺中，它是导致酒糟鼻、脱发的元凶。和其他螨虫相比，蠕形螨虫侵害人体皮肤的几率是最高的。原来如此，看来这哈尔滨的李伟民观众是真的感染上了这蠕形螨虫。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关心啊，到底我们感染上这蠕形螨虫的概率是多少？这实验还没有结束。你知道吗，这个螨虫种类有很多，但是对这个人的皮肤影响最大的就属这个蠕形螨虫。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得赶紧知道这身上到底有没有螨虫啊。哎，您实验能快点吗？你别拿了，咱们赶紧去看实验。通过对3位参与者的鼻子里的蠕形螨虫采样之后，测试人员在电子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分析，3分钟后终于得出了结论。究竟3个玻片里的油脂粒中有没有蠕形螨虫呢？1号片通过我的观察，大概发现10只蠕形螨虫。2号片我们发现2只蠕形螨虫。3号片发现蠕形螨虫最多，大概是16只。测试结果为：1号片发现10只螨虫，2号片发现2只螨虫，3号片发现了16只螨虫。啊，我们这调查员还有2名志愿者，脸上都有啊，这实验准不准啊？这专家告诉我们，人体感染蠕形螨虫的几率啊，高达98%。98%？嗯，惨了，这下肯定逃不掉了。我怎么觉得我整个脸都痒了？这还有的治吗？这个，啊，还有，它怎么就能让我们皮肤得病呢？哎，这样，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用模型来解答。上模型。这个是一个放大了100万倍的螨虫模型。这个是它们的家，也就是我们的毛囊和皮脂腺。您看看，光从外形看，这蠕形螨虫看起来就够恐怖的了。它光靠蠕动就可以在咱们这皮脂腺和毛囊里进进出出。也就是说呀，这蠕螨还会跑到我们的皮肤表面来活动呢。但是啊，这个白天的时候啊，基本上它不出来，它怕见光。到晚间的时候，夜间咱们睡着了，它才出来开始活动。难怪我们有时候在夜间的时候会觉得皮肤瘙痒。原来是它们在活动。这还有一类问题啊，就是像酒糟鼻啊，还有这个粉刺，像这些是怎么导致的呢？你想想，这蠕螨在人的这个毛囊哈、皮脂腺当中啊，它是尽情的吃，吃过了之后它还要排泄，这些排泄物、废物就留在了人的毛囊当中。我用这个来代表蠕形螨虫的排泄物。就像刚才演示的这样，久而久之啊，我们的毛孔和毛囊就造成了堵塞，然后呢，接着就会发生病变，造成各类的皮肤疾病，包括咱们常见的酒糟鼻。蠕形螨虫的排泄物不但会阻塞毛孔，还会在皮肤的毛孔里进进出出，成为传播细菌的载体，造成其他皮肤疾病。还好，我脸上没什么变化。
我就说嘛，你别着急。虽然说这个人体啊感染蠕形螨虫的几率是98%，嗯，但是这酒糟鼻啊是非常少见的。嗯，也就是说啊，即使脸上感染了蠕螨，嗯，但是它也不一定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哎呦，你这理解的都挺快的啊。那是。哎，那我问你，你平时化妆吗？难道这化妆和蠕螨有关系？这个化妆品里含有大量的油脂，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这恰恰是蠕螨特别喜欢的味道。哦，即使不化妆，您别忘了，咱们人体自身也能够分泌油脂，尤其在这个新陈代谢不好的时候，这鼻头啊，还有这个鼻沟的两侧、啊、会大量的分泌油脂。这个油脂啊，恰恰是能够提供螨虫滋长的环境。哎呀，这我想起来，平时熬夜的时候，嗯，这油脂就会大量的分泌。那我脸上还真有这蠕螨呢。你别着急，你脸上有没有这个蠕螨，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当某个人因为这个鼻头有这种比较明显的结节或者是红肿，然后有毛细血管扩张，这个面部的皮肤或者鼻头的皮肤呢呈这种橘皮样的外观，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毛孔粗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蠕形螨存在的这种几率的和它的这种数量呢都是比较多的。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发病的。当人体的免疫力下降或者局部的微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么呢它就会导致人类的皮肤病。我有时候熬夜呀、啊、脸上就会痒痒，肯定是染上蠕螨了。那你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怎么处理呢？处理啊，哎，我一般会拿热水洗脸，哎，这样会觉得好受点。你无意当中啊，还真找到了一种清除蠕螨的办法。但是你知道这个洗脸的水温在多少度才合适呢？看实验。多高的水温才能杀死蠕形螨虫呢？测试人员首先采集两条蠕形螨虫的活体，把它们分别放入两个培养皿中，编号为一号和二号。测试人员先把一号培养皿放入电热恒温水温箱中，加热到10摄氏度。这种水温箱可以保持水温恒定不变。30分钟后，测试人员将水温箱中的培养皿取出，水温箱中的蠕形螨虫会死亡吗？测试人员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后发现，蠕螨活体安然无恙。然后，测试人员又将二号培养皿放入电热恒温水温箱中，加热到45摄氏度。30分钟后，测试人员将水温箱中的培养皿取出，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后发现，蠕形螨已经死亡。测试结果为：10摄氏度的水温下，蠕螨没有死亡；45摄氏度的水温下，蠕螨30分钟死亡。嗯，在水温达到45摄氏度的情况下，只要30分钟，这蠕螨就会死亡。嗯，哎，那你的实验是不是说明这水温越高，杀死蠕螨的效果就越好呢？可是你再想想，这温度太高了，这人也受不了啊，把人烫坏了。那。这样行不行？我把温度弄低点，然后时间泡长点。所以啊，咱平时还是应该用这个温水洗脸比较好一些哈、啊嗯。对于那些因为感染了这个蠕螨啊引起皮肤病的患者来说，咱们还有更好的办法。测试人员把一条蠕形螨虫的活体放入含有硫磺药水的培养皿中，然后再放入电热恒温水温箱中，加热到45摄氏度。结果又会怎样呢？1分钟后，测试人员将水温箱中的培养皿取出，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后发现，蠕形螨已经死亡。测试结果为：含有硫磺药水的水里，蠕螨不到1分钟就会死亡。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避免蠕螨带来的危害了。别太早下结论，这蠕形螨虫啊非常的顽固，在用药期间这个状况可能有所抑制，可是过后又可能复发了。也就是说呀，这药物和热水只能够起到暂时的效果、嗯、没有办法根治。
对了，如果不加注意的话，这蠕形螨虫啊，可能扩大我们的毛孔，阻塞我们的毛囊，让我们的毛囊感染发炎。可是你说像李伟民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针对于这个黑龙江哈尔滨李伟民观众呢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我认为呢，在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少点甜食、油炸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皮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可以用一些去污能力比较强的这种洗面奶，或者是用硫磺香皂来清洁这种局部。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这种蠕形螨的存在。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症状的话，应该到正规医院的这皮肤诊治啊，这医生呢会对症对你进行治疗。哎，李伟民观众，等您痊愈之后啊，您可千万记得，这蠕螨是很顽固的，您要是稍不注意啊，它还会再复发。哎，您对我们今天的答案还满意吗？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由我这个联络员替您转达。届时由我们共同为大家来解答，您就会发现啊，生活当中那点事儿原来如此。原来如此。